人意义多。这很有意思嘞，每一条都可以用在哈，你好好去体会，每一个门都好得不得了。这个门叫做诸法相即自在门哦，这个在那个谁呀、啊？在五教章是第三个门哦，在探玄经是第四个门，这个叫做什么？相即性原理，叫互即无碍，相即性原理啊、哦，第几啊？第四啊、哦。相即性，也就是说，理要用事来显嘛。换句话说，这个简单讲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好，我们这里面太多的，我们用一些譬喻来讲啊，相即性啊，就是说。诸法相即自在哈，待会我们会看那个叫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就圆融自在无碍耳哈。OK，比方说，我现在用举一些例子，像金即金器，金器即金啊，黄金是一个是本体的，那个金器就是利用，利器的利哈，不是那个利用哈，我们讲这个体跟用啊。金对不对？像我们以前的人，是不是都喜欢买黄金啊？黄金比较会保值嘛，哈、哦。股票有时候会跌啊，这个断头啦，啊、哦，房地产也会惨跌啊。所以金啊、哦，金一直让很多人长期以来，所以很喜爱的东西。所以有些淘金啊，等等等等啊、哦，美国西部淘金啊，台湾金瓜石淘金啊、哦，等等。好，金呢可以作为手镯、项链、耳环。印度人是不是挂在鼻子这边呢、啊？哈、哦。现在的人是挂在哪里？舌头啊，眉毛啊，哈、哦，他们什么耳朵穿了一堆啊、哦，其实那个很伤身体。其实很多的穴道啊，年轻人不要那个哈、哦，真的这里不要随便去割，你们不知道吗？年轻人我看有时候就挂在那舌头，这怎么吃东西呀、啊？啊、哦，还是放在这边哈、哦，这个都不能清。所以不管怎样，还有人弄成金马桶。台湾有一个专门负责在选美的，有一位先生，忘记他的名字，他做的叫金马。我不相信金马桶，弄个金马桶，你二十拉尿就比较香啊！啊，不好意思，我这又要批判性的哈、啊，管他，总之你的金变成金就是金器，金器是不是金啊？所以相状利用可能会有所不同，那个本质的东西是不是一样？哎。这个你就懂了，就是说诸法相即自在 ，OK， 也可以用水即波，水即波，波即水，哎，那个水是波，那个水是体，波是什么东西啊？波是用啊、哦，水即波，波即水，手即手掌，好，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是不是手就是这些呀、啊？啊、哦，好。用心经的话，色即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可以很多的套，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有没有？再来，众生即佛，佛即众生。好，用《弥勒陀王问经》里面的汉译叫做《挪旋比丘经》，说这里有一颗酸的凤梨，凤梨还没熟，把它摘下来。它是不是酸酸的、啊？酸酸，你把它放在米缸里面呐、啊，或是哪里去风化啦、啊，它凤梨会变成甜，有没有？或是柿子，刚开始是涩涩，对不对？然后慢慢变成甜呐、啊。这个甜是不是从酸来的？是另外酸以外另外一个甜的吗？不是，了解了吧？所以这个凤梨的酸演变成甜，那个甜就从酸来的。OK， 问题这里是哈。那生死即涅槃，我就一直在生死里面轮转就好了，一直在生死里面轮转好了。
那个极致太重要了。那个极就是什么？那个极致到后来就要转嘛，要转化，那就是智慧的运用啊、哦，智慧。所以众生即佛是就本体本性来讲，众生当他是众生凡夫的时候，他的佛性有没有丧失？没有啊。问题说到他怎么成佛，这里面要不要修炼啊，要不要修行？所以这就是转嘛。讲到唯识，就是那个转世成就，那个转字，那个转多重要、哦、要转，怎么转？所以不是说众生即佛，生死即烦恼，那我就等于烦恼，那我就一直在我不是生死即涅槃，我一直在生死里面等，等到有一天就会涅槃了。嗯，是吧？哈、哦，是这样哈、哦。所以这里面的那个啥，那个精呐、啊，精是不是一呀、啊？精气是不是一切啊？那个精是不是一呀、啊？那个精气是不是多啊？你看都是一多一一即一切，对不对？嗯，好。一即一切，一切即说集体全一啊，哈、哦，集体全一啊，所以那个一即一切是体同而全具差别相，本体同哈、哦，体性同而全具差别相，那个一切即是不坏差别相而成全其体性，而成其体性，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所以 ，OK， 好喽，再来讲一个，即我们用的这个诸法相即，无生即无死，对不对？是不是啊？怎么样才能无死啊？要无生才能够什么无死？所以我不想有生死的那个啊，无生才能够。我不想在生死里面轮转，我是不是要找那个源头是的？我要无生啊，无生才能，所以不生，不生即不灭，不灭才会的，就不生了嘛，是吧？所以生是死的前兆，死的那个啥，死的延长、哦、所以其实生 不能离死，死也不能离生，对不对？怎么样才达到无死啊？很多人说我不想再来做人了。有的人呢，做人做得很辛苦啊、哦！我也看到有一些佛教世间上的人，生活过得很苦，不想再来做人。我叫他不要这样发愿，不要再来做人。你很庆幸还可以当人呢，是不是？你一定要做得很成功，才有资格再来做人嘛。不是说你不想当人就不来做人呢，也不是说你不想当你就有资格做人呢。做人要做到有资格。做人才有希望去断这个轮回，是不是要在人间这个才能去完成呢、啊？天道怎么能呢、啊？哦，哎，所以我都希望我们下辈子再来做人，做什么人？做出家人，再来做出家人啊、哦，做一个自己很清楚的人，头脑很就是很清楚，自觉性很强的就好了。做人才有希望啊。不想做人、哦、大概 他可能人做得很辛苦、哦、所以你看你人可能做得不成功吧、为什么让自己做人做得很辛苦？所以我常常讲，我说我们、啊、中国人有时候一个错误观念，父母家里有人死亡就把他当作鬼来拜，有够坏到做鬼吗？做鬼要做鬼的条件、哦、好像都当鬼的，哎呦七天七四十九天了嘛，什么第七天头七会回来啊，怎么给他铺面粉啊，铺什么的，看到他有什么脚印、哦、所以人死了在那边你就会害怕，怎么会害怕？他不见得堕入鬼道，他变成鬼道啊，地狱众生的话是他要够坏到那个程度，你这不是诅咒你的先人吗？他有那么坏啊？所以你认为他说不定他不一定成个鬼啊，所以你会不会怕他？会不会怕他？你就不会怕他呀，这样了解，所以你在这个心念上，哎，不会啊，啊、哦，我常常啊，因为我以前做住持，我常常要被去跟信徒家里去帮他们做佛事的时候，那个信徒有时候很可爱，说师父，你看我们家我父亲啊，我们家我母亲啊，那个多好看啊，我心里想死相有好什么好看的、啊，死相有多好看，一定不好看嘛，他一定要叫我去看，
说师傅你看多好看，我说嗯，真的很好看、哦、我都要去瞻仰一下他们那个仪容，嗯，这样那个眷属会比较亲属会比较安心，比较欢喜，好像何乐不？好了，我就看哦，所以我看的很多，我不太会怕这些，嗯，这就是学佛的力量嘛，啊、哦，有一次我人在美国，我回到台湾，有一个医生，他专门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日据时代就很有名的，专门研究那个毒蛇血清的哈、哦。那这个老医生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子女啊、儿女啊、儿子媳妇啊、女儿，全穿校服，穿白的那个哈、哦，上火光上就要我，他说父亲交代。我这个爸爸有医生啊，爸爸是医生，有交代说要等义空法师来跟他说法，要去跟他说法完了，讲完话才可以盖棺论定，才可以入殓。你看，哦，就讲好了，我就去了，所以我就去给他诵经啦、啊。那你知道吗？我就这样对着他的遗像，我觉得他在那跟我讲话啊、哦，就这样子对话。然后我就去看他呀，他真的还没盖棺论定，躺在那里。我就跟他讲，老居士某某人，我是谁，我来啦。就咕噜噜噜跟他讲话，哎，我不觉得他走了哦，很好像很栩栩如生。我以前在西来寺做住持才好玩，因为西来寺的那个 Ross Hill， 我们这里有一个玫瑰林呐、啊。美国人的习惯是不会像完全盖棺论定，都最后要让这个亲人啊瞻仰仪容之后才盖，对不对？那我去跟他，我们就去诵经啊。我出门就交代我的师兄弟啊。说你们东西都带全了吗？法器有没有带啊？什么东西都带全吗？有，蜡烛呢？四果呢？贡菜呢？水果贡菜呢？素果贡菜有没有？都有。好，去到那个地方，都摆起来，少一双筷子，没有筷子。哦，我那时候我也不能生气啊，生气我起嗔恨心啊，不行啊，我就赶快说谁要带刀子？好，外面有树枝啊，就赶快削一些。削这个树枝啊，不是掘杨枝吗？我就削这个树枝啊，削的长短差不多，就当筷子。他们呢、啊，他们法师是这样面对，我是针对那个王者啊，所以他躺在那里，我都看得很清楚啊。我一直跟他道歉，我一直说，一直跟他对不起啊，你今天就凑合用这个树枝当筷子吧，就是这样，一直跟他道歉哈、啊，因为等于说你领导无方嘛，哎，回来我们那些人被我念了一顿啊。我说你们要把一件事情当一回，当佛事都要当第一次嘛，用一种谨慎，啊，戒惧谨慎，哈，很诚意的心，嗯，就当第一次办这样子，哈，不能这样哗啦哗啦的。所以其实无始才能够怎样，无生。你其实你有这份，你有一份慈悲心，真的叫大悲无畏啊。你觉得你跟那个王者，他最后嘛，你帮忙他，他需要你帮忙，你怎么会畏惧呢？不会害怕啊。所以其实我从小看到棺材就很害怕，现在都不会啊。我们那个那莉台风，我在一个山重，我在做佛光山的文化院的院长，我们开了一个那个书店，我就在那个整晚都没睡，要救水啊。对面我们斜对面就是个棺材店啊，那我怕那个水啊、那个草啊、树啊或木头啊，我把那个挡住啊，把那个水沟挡住，对不对？我就在那清啊，哎。飘来了一块什么的棺材板，有的人不敢碰啊。我说很好，见棺发财哈、哦，要发财了，要发法财这样。所以其实你有佛法的熏习之后，有很多东西你会不会改观，那也没怎么样啊哈、哦，没怎么样。好，这个地方你可以觉得什么东西急什么，弄到后来，你众生急我啊，我急众生呢、欸，是不是？所以《华严经》才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众生的苦难就是我的苦难呢、欸，众生的欢乐就是我的欢乐，所以但为众生能得离苦，这是《华严经》讲的，不为自己什么求安乐，哎、欸，所以你及我，我及你呀、啊，啊，对一个老师来讲，学生的学习，学生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老师的责任啊？嗯，对父母来讲，子女的什么就是不是就是父母关怀的、啊，哎、欸。你用这样，这就是你到用什么讲，就用一个幸运大师就会同体共生嘛。我们现在流行的叫做生命共同体嘛，生命共同体啊，是不是？你看到那个动物在苦的时候，你如果有这种我急什么的，
众生即我，我即众生，你怎么会去加害他呢？是不是相即啊？所以那个是不是忧戚与共，生命是不是息息相关？嗯，所以地球破坏，你管他，我管他呢，那是别的州、别的国家去呢，不会啊。地球即我，我即，我即地球啊。这其实也是庄子的齐物论嘛，不止齐物而已哈，它肯定是同体的，生命共同体。嗯，这是个相即法啊。那太太会讲说，我先生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啊。你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就没有相即嘛，这只有一条啊，它没有互通，你即我，我即你，哎，所以你就会就说那个生命是不是里面有没有关系，就有关系在哈。所以其实一个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很好用，好不好用？你如果真的全用的话，第五个门。相即性原理 ，yes， 叫相即性原理哈，相即性就是相即无碍 ，yes。第五个门叫做隐秘闲了俱成门哈，隐秘闲了俱成门是表里性原理，叫做隐显无碍哈。表里性原理，那这个其实在这个在那个什么那个。旧的一个实现本叫做秘密显隐，秘密隐显怎么样聚成门哈，就在它的第几个门了、啊、第六个门啊，其实意思差不多，表里性原理。好，它经上有讲叫秋月秋空片叶毁民相并啊，我们用一个譬喻，这个譬喻同学就懂了。什么叫秋空片叶？秋天的天空只有怎么样啊？一片月亮。好，我不太会画画哈，那每次都画的不像哈。这个哪里？好，我们就这样子，一片一轮月亮。我们现在只看到什么？上弦月好了。这个我们用虚线。好。不太像月亮、哦、不管怎样，你看这里是明显的，这边是显，对不对？这边是显，这边是不是隐啊？是不是啊？是不是隐显同时？我们看不见的月亮，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啊，对不对？所以是不是隐跟显同时？所以表里性，这边是什么表？这边是不是里啊？啊、哦，里啊、哦，所以说，我们一般同。我们一般众生是不是看到明显的那一部分，隐性的我们是不是看不见？所以我们看东西五见里面叫什么见？边见，有没有？边，我们世俗的就叫偏见，看一边的，要么就看右，要么就看左。这个华严这个门叫我们要什么？叫全方位的观察，全方位叫全观全现啊。OK。那我们看世俗的遗传里面是有显性基因跟隐性基因，哎，这个人怎么是这个 O 型个性啊？啊，他是比方说他的爸爸妈妈一个 O 一个 A， 他怎么是一个 O 型个性？他的 A 型比较隐藏啊、哦，会这样子。人的性格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啊、哦？叫显性基因跟什么隐性基因？我们常常讲，哎，这个人外柔内刚啊、哦，叫多重性格的。他是不是有些东西看得比较明显，有些东西比较什么，比较那个？那这个地方就佛陀要教我们说，那个显代表
表代表多，盈呢代表离，代表一啊，所以表离是一体的聚德的现象，所以隐不离显，显不离隐啊。好，我们有没有读过这个普门品？观世音佛陀一路一直在称赞观世音菩萨的大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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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解这个景象璎珞，有没有？就要供养观世音菩萨，菩萨要慈悲众生，当接受这个。观世音说 ：“Man man， 不必不必。”那个无尽意说：“不要紧不要紧，你就接受嘛。”观世音说：“不要。”佛陀说：“好啦，出来打人说好啦，你给他接受。接完以后呢，观世音就分一份给多宝佛塔，一份给阿弥陀那个释迦牟尼佛。”有人不知道不解这个经义，就说哇，原来他们菩萨也会客气一下啊。啊，观世音其实很想要啊，这样推一下啊，做个姿态。哦，那其实佛陀也很想分一分，分一杯羹。他说好啦好啦，你跟他拿了，你跟他拿啊。那观世音菩萨深知其理，好啦，分一点给佛陀，是这样吗？不是，他是一路都在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大悲法门，这是他的显性的。观世音菩萨没有智慧吗？是强调他的特质吗？我们讲文殊师利大智，他没有大悲吗？有啊。我们说这个同学很活泼，很怎样怎样，就是说他的特性是比较显的地方。他有没有隐啊？有嘛。所以现在是强调他的果德，他那个功德是哪一个比较明显，了解吗？所以我们不可以误解这个经义，非无大智，而是说大悲是他的特质啊。OK， 我们再看那个佛陀的，佛陀座下的弟子须菩提，专门向有钱人托钵；大迦叶专门向贫穷人托钵。佛陀叫次第乞食，有没有？人家就问说：“哎，大迦叶，你为什么那个人已经很穷了，为什么要跟他托钵呢？”我要让他脱离，因为他现在很穷，就是不知道行布施，让他脱离未来哈，来世脱离这个贫穷果报。所以要像穷人，不过他跟他托钵的东西也不是很好，也不会叫他说你要给我一碗珍珠奶茶，不是这样，你只要给我一碗水就行了啊，这也是给嘛哈。那须菩提呢，专门向有钱人托钵啊，富贵人家啊，人家就讲说你这有机嫌哦，你眼睛看高不看低哦。他说不是，说这个人他会有富贵，是因为他生生世世要给他生生世都成为富贵人啊，再给他种。那佛陀就叫我们托钵要怎样？叫次第乞食，次第乞食就比较全外隐跟显啊，所以不管这个有钱没钱都这样，我都一家一家，次第就是一家一家的嘛。我不能说这家汉堡比较好吃，天天去那家汉堡托钵。哎，经典有这样讲，戒律有这样，比方说出家人不是次第乞食吗？我今天去这家每次都给我鸡腿，第一天来不小心，好啦，他给了算了就吃了，因为。南传佛教哈，原始佛教他可以吃三斤，那不是那个嘛，对不对？我不是刻意要的。明天去，又是鸡腿。你不能说第三天再去吧，哈，以后就守住这家，你就要避鸡嫌，要换了啊，要这样子的，所以戒律也是很有人性的哈，非常有很好玩。其实戒律啊，律藏哈，那个自戒的因缘故事很好看哈。OK， 所以我们讲这个表里哈，这个叫做什么？隐性，我这里用一则故事。那个禅宗里面不是有这么一个吗？谁的座下不是有两个弟子吗？那个是谁啊？药山维眼禅师，药山维眼。他有一天，他的两个，一个叫道无，一个叫云眼，有没有？有没有？这很好，很有意思，我觉得都可以用在生活啊。药山禅师，他旁边站了一个姓高的沙弥。药山维眼呢，就坐在那里，就指着花园里面的树，就问说：“哎。”你们看那个树，有的长得很茂密啊，有的长得好像很苍劲古老啊，很苍老啊，像人老人的那个沧桑的一个面容哈。他就问：“哎，你们觉得那个树是长得很青翠、很茂密好啊，还是长得比较像老人那个苍劲、有经验的、智慧的？”这个谁啊？
云岩就说这样，云岩说嗯，苍劲的比较好看，啊，比较稳重，像老人那样子，哎，很好很好，哭着好，说容好还是哭好啊？哭好，云岩就这样讲。道无呢说嗯，容好，容好，哎，你也很对，你也很对。然后旁边的徒弟就无煞煞听着说啊，奇怪，师父一个说哭好，他也说对，容好他也说对。徒弟就问师父，那你的标准答案是怎样？这个他就问旁边的侍者高沙弥说，你认为容好还是哭好？容者任他容，哭者任他哭。嗯，你也很对，你也很对。你看这个故事多好，所以他就讲了一首诗。云烟急急无可救啊，灿烂中翁是道无，深信高禅知此意啊，啊，闲行闲坐任容枯，要写吗？有时候你们要练习背这些诗句啊。这个故事真的说，好，擦掉没有关系。这个诗啊，云烟急急无可救啊，灿烂中风是道无，深信高禅知此意，闲行闲坐任容枯。这什么意思呢？就说云烟的禅风就比较的稳健啊，比较是老人的那个，就是说比较稳健，比较那个。道无呢就比较活泼啊。道无禅师在接引众生的、接引学生的时候，他就比较活泼的那个。有的人是不是老和尚？有人讲是，有人是比较这样子啊、哦，一板一眼的，但是他也不落于窠臼。那这个我相信啊，高禅就说这个的，这个高沙弥，他深深知道这个哈、哦，这其中的深意。闲行闲坐啊，容也好，枯也好，他是不是更洒脱？他是不是全面包？他是更全方位，所以他是不是？假如道无的中风灿烂中是比较闲呐、啊，对不对？云烟急急无可救是比较隐呐、啊。如果从这个故事来讲，是不是这个高沙弥是不是隐跟闲都包容下去了？隐闲通通包了啊、哦！所以换句话说，不偏你一边，不偏你一边的，我觉得。用这个禅宗这个故事来诠释这个啊、哦，这个门非常好。因此，我们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做父母的，是说，有时候那个小孩子啊，比较近文静的，你是不是要给他 push， 给他活泼一点的教法？比较冲动一点，你是不是要拉他一下？所以有时候你要给他引，有时候是要给他显呐、啊，哦，引显的哈、哦，是表里如一啊。哦表里性原理，嗯，这样可以吗？表里性 ，OK， 就好像有人说星云大师的佛教非常现代化，不见得很传统，所以那个现代化是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嗯，哦，你看起来也许很现代化的，哎，是理里面可能是很传统的，表象看起来现代化的，嗯，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人也是这样哈、哦，你看那个人活泼的不得了，其实他也有很文静的人，所以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哦哎、所以很多方面的好，就这叫隐显聚聊，隐秘闲聊什么聚成门，叫做隐闲无碍第六个门，维系相容安立门，第六个门、哦、叫做各存性原理，叫维系无碍、哦、维系相容安立门，
看这十个门是不是都是一个无碍的，都是为了表达四十无碍，无碍无碍无碍，各存性原理哈，维系相容。什么叫维系相容呢？每一个 OK， 每一个法，万法跟万法之间，它相即相入相融外，但是每一个万法是不坏自相，对不对？不坏自相，然后自体怎么样？确存哈，秉然安立，他自己保有他自己的绝对性，啊，如如不动，微微不动，所以说它叫什么？维系相。OK， 这样比喻好了。OK， 我现在这里有一个笔筒。来，你要看，来，我现在我这里的笔筒，好，我这支笔是不是一个维系法？我这个修正意是不是个维系法？啊，我今天这个铅笔还真多哈，我这个刀子是不是也是一个维系法呀？我这个铅笔是不是啊？嗯，我这个橡皮擦是不是啊？好 ，OK， 他们是不是所有的维系法都在这个地方？维系跟维系之间能不能相容？能不能相容？相容不能说，哎、欸，你这个橡皮擦不可以摆在这边，把它挤出去，不会啊，是不是维系相容？还有，修正意是修正意，笔是笔，刀子是刀子，我有没有说你不可以是长这个相状，你不可以是这种功能，你就要跟我一样，是不是各存性？看到吗？是不是各存性？不坏自相，不坏自己的本性啊。你看这两个功能彼此相容，又什么各自怎样安立，对不对？对不对 ？OK， 来，我们现在讲，现在教室里面的每一个同学是不是一个法，是不是一个四法界，一个法呀？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教室里面有没有相安？是不是相安无事？但是甲同学跟乙同学一样吗？不一样，所以因此。要把人家融进来，不是要把它消灭掉，不可以有你的存在，不是，你可以有你的性质，你的那个你的相状，你就是这样，日本话叫“ソロママ”，就是这样存在。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彼此相容？真是妙！这把椅子，那把椅子上，这里所有的椅子，是不是都是一个维系相容的万法之一？但是椅子跟椅子之间，是不是相安无事？了解吗 ？OK， 我们讲一个公司好了，一个公司里面的那个叫什么？生产部门、行销部门、研发部门，是不是都是一个维系法？但是行销跟生产部门跟研发部门彼此会抵触吗？不会抵触。好，就以一个人的身体好了，一个人是一个小宇宙，眼睛、眼、耳、鼻、舌、身、意。乃至我们的各个细胞是不是都是一个维系法，对不对？这维系法彼此可以不可以互相相容，然后运作起来，身体才眼睛能看啊，耳朵能听啊，鼻子能嗅香啊，嗅味道啊，所以鼻子毕竟不等于耳朵啊，是不是可以安立，对不对？你看这个法真好，我可以把它用到一个大到一个学校，教务处、学务处、总务处、会计部门，是不是都不一样？人事部门、图书馆哪里，是不是都不一样啊？嗯，彼此可以安立，彼此可不可以相容？要彼此相容啊、哦！而且一定要彼此安立，才能够发挥各自功能啊。走路的时候，把这个工作丢给谁去当？脚嘛。现在肚子饿了，谁该出来了？嘴巴要去吃饭啊。吃完饭以后谁去工作？肠胃去工作啊，是不是要这样子？哦，你说要统一天下，一网打尽，不可以有你的存在，完蛋了。所以分工是为了合作，合作所以要分工。好，我们一个国家来讲，在野党、执政党，是不是应该要那个啊？是不是要合作一个国家才能那个？佛经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瞎子啊，一个跛子啊，一个什么？哑巴是吧？聋子啊，什么子？三个人住在火宅里面，哇，失火了怎么办？所以瞎子腿好好的、啊，就背着什么
背着婆子啊，对不对？然后呢，那个谁就牵着他们三个人就这样子啊走出来了，所以和平才能够共存啊，对立必然消灭。怎么奇怪，这政治人物都没有来读这个门啊？台湾现在的政府就很需要这个执政党跟什么在野党要来读这个维系相融安利门。信大师创造了一个故事，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叫做唇亡齿寒嘛，牙嘴唇不见的时候，牙齿寒的那个啊，它是共同体的，唇亡齿寒哈、哦。他说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师傅啊，两条腿都害风湿症，就叫大徒弟捏右脚，叫小徒弟捏左脚。这个师傅很奇怪，就对大徒弟数落他，说你看你做一个大师兄笨手笨脚的、哦、愣头愣脑的，你看你要学学你小师弟多灵巧，把我捏得恰到好处，你一捏我你痛得我痛不欲生啊，你这个做师兄的、哦、不行、哦、你要学你小师弟。这个师兄就很气，说哼，一定是小师弟在师父面前为了要得宠、哦、说我的坏话。这个师父也对小徒弟讲说，你要学你大师兄那么稳重啊，你这样子毛手毛脚毛毛躁躁啊，捏也捏得不彻底。这个小师弟很讨厌，说哼，一定是师兄说在师父面前说我坏话。然后有一天，这个师父就派大师兄出去做事，这小徒弟就哈，机会来了，你平常说我去把你按摩的右脚咔嚓折断啊，看你回来有没有得按摩。师兄一回来看啊，我按摩的左脚怎么断，一定是师弟搞的。好，等到有一天你也出门，我把你按摩的左脚也咔嚓也折断了。结果损失的是谁啊？伤害是谁？师父啊，就师父那个主体。一个国家的机器不是这样吗？一个家庭不是这样吗？那个家庭的成员不是说那个安利的那个门吗？所以我说一层十玄门谁说是哲学，它是生命哲学，它绝对是人生哲学，它是东方的智慧，它每一个门都很好用，这可以大到治理国家耶。我觉得他们应该来上我们这门课，前面的五教章不必读，就上这个一乘十玄门。所以我特别，我非常喜欢一乘十玄门。我每次讲到一乘十玄，我自己会陶醉其中，因为它根本就是一种智慧。你读到这个地方，你回家的时候，你跟你太太冷战，跟你儿女正在那个，你是不是要赶快那个？是每一个维系的门，是不是要融合？你才能健全嘛？有没有道理 ？OK。所以我在讲这个门，我决定跳出那个文字的那个啊、哦。其实我讲的这些故事啊、例子，是我多年来的体会，点点滴滴。好，就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各守志向，同时齐头显现啊，显现我们那个利用，那个功能利用啊。好，第几个门？好，这个门很精彩，第七个门叫因陀罗王法界门。这个因陀罗王法界门叫做无尽性原理，叫做诸往无碍。我们讲那个华严的叫法界缘起，有没有？就是指这个啊，叫法界缘起。因陀罗王是什么？因陀罗是什么东西？是第四天宫。第四天宫啊，说一切法皆从缘起，悉无有余。如因陀罗王，悉无有余，全部没有余啊，是第四天宫。
好，我们这里我简单。说第四天呢、啊，第四天住的那个天宫啊，上面有一片大网，有一片网围在它的上面。那第四天宫在这个里面，哦，这个网呢，我把第四天补了，就这个网呢，就错综复杂的，有一面网盖住了第四天天宫。很难想象第四天有多大。这样好了，就我们的大学的上空有一片网把我们网住。这样想，你用这样去联想，哦，那个网呢？网跟网是不是有一条线跟一条线这样打结呀、啊？打结的地方就是这个木啊，哦，这叫木，就这样子，珠木。每一个打结的地方呢？都镶了一颗珍珠，宝珠了，不是我们普通的珠。好，那么每一颗珠呢，射出去的光，OK，好，我们就以这个 A1 好了，A 哈，这颗 A 以颗珠做中心，你要想象，咚咚咚咚，你看，你看，一颗珠的光射向哪里啊？射向一切珠，注意哦。那个一切的一切是包括他自己这一颗。问题，等一下来，我现在射出去的那个光是不是把一切珠的光加进来的光再射出去的一切光，了解吗？所以一切之一切四方的一切四方一切四方，你去想象，听得懂吗？它不是静态的，因为我这里在闪闪发光，是不是一切珠都光都射到我这边？我再射出去一切光，它又一切又射进来，是这样子，所以叫重重无尽啊，叫光光相射。重重无尽，重重无碍，所以《华严经》讲的世事无碍，重重无碍，就是指这个因陀罗网，什么？重重无碍，无尽的世界，叫做光光相摄，所以叫做法界缘起，知道吗？法界缘起，假如每一颗珠是一个法界，你看。我这颗珠的光，我就是一切法界射到我这里，我在跟一切法界是不是有一切法界一切法界的一个关联呐、啊？所以它这个就你就这样就可以了解叫法界缘起法，懂不懂？哦，叫重重无碍光光相摄，嗯，所以它这个叫什么东西？叫做哈、哦、无尽性原理。我们用一句话讲叫一人有造万民同庆啊。哦他要表达华严的法界缘起，所以一切都是缘起法啊，缘起法，嗯，什么意思？我们看这个国家，你看王建民棒球打得好，是不是台湾整个都疯狂啊？美国也疯狂得要命啊！王建民干我什么事？王建民啊，王建民一个人呢、啊，是不是大家都跟着那个？王建民跟我有没有产生互动？而且不止我一个人呐、啊，是不是大家都跟着疯狂起来啊？人类当第一次踏上那个地球月球的时候，阿姆斯壮的一小步，是不是全人类的一大步？所以一人有庆，万民同啊！一人有造，万民好。911，美国911 September 11th 啊，是美国的事吗？整个世界是不是改变世界人类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方式都要、啊、对美国人的一个思维，是不是也是那样？哦，搞到我们现在在美国坐飞机多不方便，尤其我们出家人穿这个长衫，每次过关都要这样给你查，所以我现在 Kimoji 很不好啊，我很不喜欢去别州。我现在他们就很奇怪，现在外州叫我去演讲，我都不去，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坐美国国内的飞机，他给你查，哔哔哔，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你们对我们这个出家人这个特别锁定？他说因为你们穿长袍，可能里面会藏有什么东西啊。然后美国本来的教育是对人很信任，很信任嘛。以前在美国，你去接机可以走到那个飞机的出口那里，现在都不行了哦。
美国人花了多少的机器，发明多少的机器，建造的机器，浪费多大的一个人事成本，是不是？是不是改变那个、啊，让美国的小孩子从小本来教育要对人的信任，现在都对人怀疑。有一次我在飞机场，那个小孩子看到他妈妈，他说 "What's that？" 他指着我说那是什么、哦、他觉得我穿这样很怪、哎、所以我们以前宗教师。宗教人士最受到那个，他就因为他搞不清楚你这是什么，嗯，是改变人类的一个思维方式啊，嗯，然后整个一个世界本来那个怎样，那个本来很和谐的那个也变成很紧张的对峙啊、哦，所以你说从好的讲，一人有灶，万民同庆；一人有殃的时候呢，一人有灾的呢，啊，什么万人同难呐、啊，倒霉了，大家都倒霉了。所以是不是缘起法？你说干我什么事？美国干我怎么不会？华尔街股票跌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地震啊？海啸，南洋海啸的时候，世界会不会那个？会啊。所以这里就说，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人跟人之间是不是那个，就是不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缘起法啊？所以我们有一些俗话叫做沾光沾光。沾光沾光，你有光荣，我是不是沾光一下呀？嗯，哦，所以生命干嘛呀？生命是不是彼此互动的？啊、哦，互动了，怎么能够置之度外呢？不可能啊、哦！所以这就叫做法界缘起。那个台湾不是有一首歌吗？说一个弄一个泥土啊，泥巴塑了一个男生啊，用一个泥巴塑一个女生啊。把这个泥打破，再把这个泥打破，然后再把两个泥凑在一起。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啊、哦！从此我知道你泥中有我，你泥土当中有我，泥土当中有你。人跟人之间是不是也是这样？众生跟众生之间，世界跟世界之间是不是这样？这就叫因陀罗王，因陀罗王法界门。所以他就讲说，法界无尽的缘起。是什么？互摄互入而没有挂碍、哦、没有障碍的那个宝珠里面所映现出来那个无数的明珠，同时映现在一切的珠上面，然后又重重重重的映现无穷，所以就是一个世事无碍的一个缘起的世界、哦、所以这个一当中融一切，它所融的这一切又融其他一切之一切，无限的扩充，无限的放大，这就叫什么？法界缘起法，懂了没有？华严中的法界缘起，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法界缘起，那个世界是不是很宽广？你很难想象的，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出现？这绝对不是坐在那里上哲学课想出来的，这一定是体证的啊，体证的，嗯，法界缘起，嗯。OK， 我们懂得因陀罗王法界门的时候，你就会对这个，你对这个世界啊，对什么，你就会更有存一个尊敬的心啊、哦，有一种包容接纳的啊、哦，就所以你要干嘛？要随喜功德，要什么？要广结善缘嘛，广结善缘啊、哦。所以每一个人跟人跟人是不是都是息息相关，都是有戚与共的啊、哦，嗯。法界缘起法，嗯，因陀罗王回家搞不清楚的时候，很简单，佛光上一趟佛光山，啊、哦，佛光山信大师在那个有一个我们的城美术馆，还有我们的大佛展，他就弄那个镜子，他用那个现代科技，那个灯，西来寺也有是吧？好，去西来寺走一趟，那个灯就互相啊、哦，互相这样是哎，呀、yeah.。就互摄的、哎、那么要再不然就回家学法藏对武则天的，把一根蜡烛放十面镜子，放十面镜子、哦、你就会发现那个法界缘起法，那个光光相摄，我们那个宿舍里面，宿舍有的房间就会有镜子、嗯、对、嗯、房间就光光相摄、哦嗯、还有所以这个因陀罗王法界门对华严思想里面有一个思想很重要，叫做互入，啊，互入，相入，啊，我们讲，我们刚不是讲相即吗？相即还不够，还有什么东西啊？
相入啊，或叫互入，哎，这里很重要啊。也就是说，你的世界进到我的世界，我的境界进到哪里？进到你的世界啊。我们世界是有互动的，息息相关的。这样你就不，你会，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很自私吗？你会不会自私？不会啊。你进到我的世界，我进到你的世界，嗯，我等于是一体的生命嘛，哦，嗯，棒不棒？这个十玄门，你看我们已经开了七个门哦，哦，其实你这样会用一个门是不是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一即一切嘛，一个门就是一切门嘛，哎，所以你只要会用一门即一切门也，嗯。好，休息一下，我们还有三个门哈，八九十，休息一下了。